见日，看见希望。我是彭宇飞，欢迎收看《阳光角落我的家》。人类傍水而居，有水源的地方就有商业行为，也带动发展。说到大雅的中义社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位置，但是若是加上清泉岗空军基地这个特殊的印记，大家也许就多了些印象。中义社区早年因为有装甲部队以及美军的进驻，曾经风光热闹一时。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军撤退，荣民凋零，中义社区失去了原本的生机。而更令人难过的是，曾经陪伴居民童年时光，肩负起灌排功能的大社支线，甚至用来清洗装甲车，也在时光的流逝中默默成了垃圾天堂，光彩不再。没有光彩是啊，你每次车子骑到这边来就往那边走，都是这样的。有那么多，这个真是哦，对这个功德心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了。台湾是文明的社会，竟然还有这么恶劣的民众，习惯性的把水沟当成垃圾车，随意丢垃圾。所有家里的所有都是都会往水沟倒哈。只有浮了垃圾这样的河川，可是其实里面藏了很多的垃圾这样子。其实这个大社支线啊，其实它大概以后我们估计大概两三个月了哈，大概就会来清理一次啊。每次清理出来的数量哦，这个垃圾的量哦，大概至少都有大概5到6吨左右，都跑不掉了。走进大雅中义社区，说不上热闹的平日晨光，街道上的人们交谈着，叨叨絮絮问候着日常。半世纪前的风光早已不复见，唯有这条大社支线见证过往。时间如钻上的流水，飞快的，缓慢的，一点一滴的前进。光阴似乎改变了大社支线两侧，也许是屋舍，也许是居民，也许会不会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呢？说到中义社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位置，但若再加上清泉岗空军基地这个特殊印记，大家也许多了些印象。中义社区早年因为有装甲部队及美军进驻，商业行为繁荣盛行，像是信义路上的理发店、洗衣店、杂货店林立，地方笑称热闹程度可比台北的西门町。这条信义路，这条信义路啊，吼，是咱以前吼，这拢是吼，汤姆店、甲咱吼洗衫店，啊，拢求经。这条路吼，嘛是阮中义村较早上老个的所在，上繁华的所在。阿姨啊，无用吼。请问这阿姨甲汤姆拢甲40-50年啊？甲，系啊。咱六块块，系啊。讲好就好啊。哎，这一个店啊。哎，对。较早军的。军方还在以前，伊拢有去买，去买滚在内底剃头，系啊，系啊，逐间嘛去剃头，你看大家听了，个个都有。阿姨，你家他妈教几年啊？40-50年。啊，有少年时阵剃过，搁当来找你剃无？有哦，足济哦。那个电话啊，还有个阿平哥话啊，嘿，方圆咯，中华路拢在剃头。专工找你剃头，伊拢来阮剃啦。这应该足闹热的，嘿，那像西门町啊，啊，这逐间拢是，这逐间拢是迄个商店，嘿，啊，拢卖物件，啊，因为这有几落万的阿边哥啊，因为这海了有一输在遮，吼，啊，佮加上这空军的呀，嘛，这都10-50000的人，嘿，啊，所以这足闹热的。那西门町啊？嘿，那西门町，啊，头前遐就是电影院啦，嘿，啊，所以这边这都足侪人拢来这看电影。一个装甲兵学校，
一个这个铁道兵团，一个化学兵团，这是我们这个青山岗的兵力。所以那时候你开杂货店都是他们来买？对，开吧，不是我一家了，很多家了，就是我们专门做那只有军人嘛，做军人的生意。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忠义社区现在早没了过去的荣景，而更令人难过的是，曾经陪伴居民童年时光，肩负起灌排功能，甚至是用来清洗部队装甲车的大社支线，也在时光的流逝中默默变成了垃圾天堂。都是粉脏，人家都往河沟里一甩啊。不是这样，为什么改变不了啊？也就图方便啊。可是你之前不是也有劝？讲没有用啊，他们说他自己喜欢就好了，别人家他不管了，不要管你的事情，自己管好就好了。他这样讲啊。大社支线是大肚山地区重要的灌溉水源，流经区域从大雅到南屯，横跨了半个台中。忠义社区因为位处大社支线的下游，每当大雨过后，上游的垃圾就会随着河水一路南漂。再加上河圳两侧的居民常常随手一甩，就把河川当成便利的垃圾桶。最严重的时候，河面上甚至出现过沙发、床垫等等，居民劝说也没用。就这样，生活品质越过越低落。我被骗，凌晨碰城啊，吼啊，那个啥哈，碰城，包括碰椅那个怎么拉，知道吗？要好几个人去帮忙拉，因为那个碰椅沙发那个哈，那个垫子有吸水，好几个人帮忙拉起来才拉得起来。伊拢无想讲，人家穿水果偌麻烦，偌困难。对。穿个瓦鞋，咱落去，全身骨落去，足济。不止垃圾，还佫有玻璃罐哦。偏了就落去啊。偏了就落啊。啊，你安尼住伫边啊，你袂感觉环境足歹个？哪有法度？我要买这块地，阮查某囝佫反对啊。阮第二查某囝讲，这边真的这个水沟真的无好，上好是盖起来啦。嘿。啊，咱大概买袂起啊。啊，住家。我们是农民。第一代的哪有那么多钞票？哎，外口拢一两千万呢，你有咋买哦？对。啊，伊来讲较有效啦，阮讲无效啦。倒垃圾、丢垃圾的人哦，他不会反应；没有丢垃圾的人，一定会反应说：“里长，水沟很脏，或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灌排两用，灌溉还有排水，排水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包括我们的洗澡用水，哦，还有我们的一些。”家庭废水都全部往这里排，丰原的我们的水利会丰原站那边哈排下来的水，垃圾啊哈也不尽然都是我们忠义里丢的。我希望在这个大社支线这个沿线的我们的居民啊哈，不要把垃圾往水沟丢，留在我们这里算是下游，所有的垃圾堆积或是整个垃圾的那个哈留下来。的量全部在忠义里这边，啊，有时候有人讲说啊，那里就垃圾水沟啊，我说啊，慢慢来跟我们的民众哦，一次一次的做宣导，让他们知道不能随手丢垃圾，垃圾是要丢到垃圾车。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林里长感叹，大社支线沿线人口密度增加。但是生活习惯不好，垃圾一度覆盖了整座河面，是地方的头痛来源。不过庆幸的是，这十多年来，靠着公家机关、社团单位以及地方居民的努力，平均每两到三个月就清扫一次，大社支线的脏乱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是蛮惊讶的啦，就是觉得说应该要更多的来实行这种，就是把垃圾，就是让环保意识起来。对对对，帮助环境一些污染做处理分类，
然后帮助这里的环境变美化，让我们环境变得更美好，大家看了心情也很高兴，让我们可以一起共创美好的社区未来这样子。当捍卫国土的一线基地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些随国民政府来台的战士们也不再昂然，这块见证风光的土地如同引以为傲的勋章蒙上了灰。历史终将翻页，地方也期待河圳旁的阳光能够早日透进来，重拾中义社区的昔日风光。中义社区在日治时期为日本军官眷舍和医疗的所在地，后来国民政府迁台，空军军眷优先进驻日本眷舍，加上附近有公馆、金厂，形成了空军基地，包含陆军或装甲兵等等，都曾经在这里训练军队。种种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现在的中义社区。但是这些经过岁月洗礼得以保留下来的建物，到底是成了社区发展的资源，亦或是进步的阻力？红砖瓦、矮房舍、艳红色的铁门早已锈蚀斑驳，只剩围篱的翠绿藤蔓唱着属于时光的离歌。岁月有痕，用光阴留下珍贵的礼物。中义社区早年的风光，在遗留下来的建筑中再次窥探一二。人常常在讲说吼，马房马房，其实马房是咱吼看起来一间一间啊吼，那在养马的感觉吼，迄个感觉，迄个一家一家的那养马的感觉。不过伊是吼，较早日据时代13医疗所。13医疗所吼，阿里遮，啊，咱遮有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遮济栋诶，迄落啊，因为吼年久失修，也有一寡因为吼内底有一寡火烧啊啥去拆掉诶，即卖吼仅存硕果一栋遮，遮就是吼，这里就是我们的爱之号，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总共有八栋，我们这个。13医疗所吼，仅存硕果一栋吼，伫遮，啊，这就是咱的爱之号的较早大些，即个建设啊吼，伫遮，啊，就很意味状况就拢安尼。中义社区又称中义眷村，民国38年国民政府来台，当时的空军承接在日治时期旧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医疗所的据点。当时有八栋房舍，原本是日本军官眷舍、医疗所以及养马的地方。后来军方将这八栋房舍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编名，并且以日军公馆机场之地名命名为公馆新村。在军眷进驻之后，一些随着军队驻扎清泉岗基地，包括陆军或装甲兵等等，也安定落脚。退伍后的军人就沿着越翔路两侧盖房舍，聚落也越来越大。中义眷村仿佛一座池塘，把这些原本如浮萍般漂泊的老兵以及后代紧紧箍在池中，看似安身，却也离不开了。以前这个是放电影的机器，两台，这一台放完，这一就放这一台。虽然它那时候是很大，可是现在已经它变成古董。再次回到中正堂，杨永平阿姨语气中充满怀念。当年不过是正值年华的青春少女，背着好奇与期待，从台北跟着军队来到中义。
思念的泪水浇灌心灵，但双脚却在这里扎了根。就这么跟他坐计，好像坐那个大卡车啊，我就觉得好像好玩样的，其实心里砰砰跳，就一直跟他开到这个清泉岗。清泉岗那时候的路一路都是大石头，哎，冰崩冰崩冰崩的来的，都是泥巴跟大石头。就从台中哪里来的，我什么地什么感觉都记不得，反正就来了，一来了就哭了哎。一来了，我说我怎么一个人来了呢？都没有一个半个人，我就是一个人售票。而且他们对我很好，这个长官在这里的师长跟我爸爸是同事，然后我爸爸来部队抓我，然后他还成功领那个也是将军嘛，把三个都请得来，要马上叫我回去。然后我那时候已经习惯了，他来叫我回去，我就讲，我说那我死给你看，我回不回去，就是不回去的嘞。售票员的日子是精彩多姿的，哪个位子摆放了什么，谁又曾在这里生气，过去往昔如昨日历历在目。在中正堂的日子，杨阿姨见证人生百态。就这么大，然后椅子也是差不多到这里就高起来了，后面就高，越来越高，高高高，一直到那个最后高，然后楼上它是一直高起来的。以前都是吹电风扇看电影，所以蒋经国来了，看他咔进来，他穿那个靴子进来，既然没有人看到他，谁看到有一个人家放电影黑黑的一个军人，以为是个阿兵哥来了，没关系啊，他就一直走到那里，有没有那个上面写的禁止抽烟还是写的什么字啊？是的，有人在里面抽烟，他为了这个发脾气的，拿了他的棒子就把这个东西啪敲碎。不是说电影演电影的时候不能抽烟吗？他讲了这句。其实中正堂在当时就是地方上的娱乐中心，不止大雅的人会来，邻近的水南居民也都常来这边看电影。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刘静娟最能感受到当时的兴盛繁荣。因为我们那个部队的外头就是以前是公路局的终点站，所以他们只要下了终点站再走进来就可以来看电影了。所以但那时候是真的很繁华到这个，因为电影院外面这条路叫做信义路，上面所有的人都在做生意。想起当年的热闹，最红的是琼瑶的电影，当然武打片恐怖片也是常常卖座爆满。刘静娟说这些记忆很深刻，也忘不掉了，只是再好看的表演总会谢幕，再精彩的电影总会下档，现在的中正堂也面临着拆除的命运。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大家都在寻旧，大家都在怀古，但是呢，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值得被保留的。可是我们有曾经有探寻查询过说如何可以保留它，这个工程太大，可能是希望不大啊，所以他当我们听到说他要可能要被拆除的时候，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蛮可惜啦。坐在中正堂里，回忆起当年繁华似锦，只是这一幕幕都成了停不下来的跑马灯。电影熄灯散场。正如中正堂一般，也将走入告别的不归路。聚散有时，只剩当时的人们传唱着再也回不来的记忆。民国85年，立法院通过《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
原本居住在日式眷舍里的军眷大多都迁移到清水的和平新城，而留下来沿着月祥路自行盖房的住户们则是面临到违建与土地所有权的纷争。这群时代的斗士过着一天是一天的日子，地方原本期待着可以争取历史眷村的保留，走向文化观光之路，但是却因为眷村里还有人居住，属于活眷村而无法成立。没了生命力的中义社区到底是活着还是仅仅存在着，耐人省思。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大家都如约而至，街坊的左右邻居，阔别多年未见的同窗好友，家长带着孩子们，大家手牵着手走进时光宝箱，为了这场筹备多时最后一次的盛会。跟当年一样，影片播放前要先唱国歌，音乐一下，记忆涌上心头。这场怀旧电影院重温的是过去，告别的是未来，而中正堂再也回不来了。今天播放的是强档大片《汪洋中的一条船》，说的是郑丰喜的故事。1978年上映，造成旋风。现场的观众很多人在当年早已看过，这次再走进中正堂，是欣喜，是雀跃，是感伤，也是别离。把握最后一次重温记忆的机会，散场的人们脸上多是带着愉悦与满足离开。我觉得也蛮可惜的，因为我这个地方给我的回忆也很多，我是从澎湖调过来的，啊，第一点就调到这边服务，也有蛮深刻的感情啊。然后，但是因为他要拆除了，所以因为在里长的那个社群里面有看到这个讯息，就是转发给我们的社群，然后邀约同学一起来怀念我们这站中正堂。以前小时候就。来这边的时候就觉得这里这个我们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哇，电影院好大哦。可是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感触，就是说哎，奇怪，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电影院吗？怎么觉得它变小了？对，反而是我们自己长大了，那觉得一个那个很感伤的念头就回忆起来了。有时候就会不想买票，我们就熟门熟路，就会从那个中正堂的旁边水沟啊慢慢钻进去，哎，然后那个查票员都会来抓，哈，哦，这是很刺激的，这是我们最有怀念的一个感觉。我们是鲁流国小76年毕业生，耶！建设是城市进步的基础。中正堂被重划在既定计划道路上，拆除的命运无法抗拒。属于中义眷村的记忆，如同墙面上的水泥，正一片片的剥落。就如同文资局所顾虑的，活眷村就得承担起改变的样貌。当痕迹不存，当姿态不在，中义眷村是否还活着？还是只剩名字象征着存在的意义。热闹的用餐时刻，饕客们大快朵颐，眷村特有的风味在这里精彩上桌。柜台旁站着的是老店的第三代孟凡奇。7年前放下教职返乡，为的是传承自奶奶那一代留下来的好味道。这个鸭肉，鸭肉啊，对啊，他们的招牌就对了。真的是眷村菜，好吃。我们台中住在三光巷嘛，我们那边是眷村啊，所以很道地就对了，好吃。
从孩提时刻就在店内帮忙。孟凡奇做的不只是只有前台端菜点单而已，客人一多或是有员工休假，他立刻得顶位进厨房。从小跟着妈妈学，第一道就是经典凉拌菜。虽然它是凉菜来讲的话，凉菜来讲的话应该是夏天比较人多的人在点这道菜，其实我们这个凉菜的话到了冬天的话，客人也是觉得蛮 OK 的。这种东西还是要家里面的人帮忙会比较好，就断然回来家里。一开始挣扎很久啊，我妈他们也觉得我，就是朋友觉得我疯啦，可是就是两相取舍这样，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整个我们全部的经济支柱，然后也有它一定的意义，所以就是还是就放弃那边，然后回来家里。因为从小大家的生活环境都不好，所以我爸爸妈妈从大陆来以后呢，就跟着部队生活，部队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那就帮他们部队补些衣服啊，鞋子坏了这些弄一弄，然后呢久而久之呢，他们觉得时间难得打发，就建议我妈妈有没有办法弄点吃的喝的，所以我妈妈又开始弄了吃的喝的啊，就这么从基隆下船到台中住过，到彰化住过，又回到清泉岗。老板孟庆昌，外省第二代，在大雅中义住了60年。父母跟着部队生活，原本只是帮军人补补衣鞋，后来应客人需求成立了小吃部。妈妈跟着师父学料理，媳妇跟着婆婆学手艺，现在又有女儿接棒，一间老店撑起在地的历史记忆。在我们最早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请一个师父来帮我们做菜，那我妈妈就站在师父旁边看，等于是当助手，所以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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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的就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了。应该这样讲，我夫家这边的话好像男的都不太进厨房，几乎都是女的，就是我婆婆媳妇啊，然后现在到我女儿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已经很多我婆婆的一些菜我们都已经把隐藏变成隐藏版，客人要吃的话我们才有打电话来，除非说很好的客人我们才会拿出来做。我们招牌其实想起来，客人必点进来必点的话，一定就是像刚刚你们有炉到那个鸭子，他们就是用，不是我在吹嘘，他们几乎是在用抢的。媳妇许丽丽说，年轻的时候爱漂亮，但是进了厨房就像上战场一样，这场仗一打就是35年。店内的招牌菜香酥鸭、葱油饼、水饺、凉拌菜，都是许多人从孩提到娶妻生子，从少壮到白发的记忆。有些记忆会随着时光流去，但是美食当前，味蕾会帮大家重温起当时的美好。时光到底改变了什么？其实现在中义社区人口结构早已经不同，从原本大家以为的老兵、荣民、荣眷，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加入原住民、新住民等等，成为了共荣的联合国。人家说有水源的地方就有生机，大社支线如同一条剪不断的线，而社区的人们就是一颗颗的珍珠。也许建筑会破损，也许人们会老去，但是每一段故事紧紧串起，就能变成一条闪耀的珍珠项链，绽放着独特的光芒。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